你看啊，你是冷白皮。哇，黄一白啊！哎，然后我呢？我在老人村一直是冷白皮。哎，你看错了，你是黄皮。你穿这种颜色衣服最显黑了。姐妹们，都2022年了，别再跟着网上瞎测肤色了。什么比血管、看发色，不仅不会让你认清肤色，还会让你在色彩搭配上踩大雷。不信你就来看看 Rose 黑发时期啊，平平无奇，毫无特点。而一换上金发，立马变成澳洲野玫瑰。还有关晓彤穿黄色系衣服啊，显黑又显壮，而穿红色啊，简直就是杀疯了，热情又妩媚。再来看看我同事啊，同一件衣服不同肤色穿，冷色皮穿着就是显白又显嫩，而暖色皮穿那简直就是。又作怪，不了吗？姐妹们，知道认清肤色的重要性了吗？我啊，把我们公司请的价值3万一节的搭配师，课上教的所有干货啊，全都汇总成了一个 PPT。今天就教你们1分钟如何自测肤色，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份各类肤色的穿搭、彩妆、发色的色彩搭配，让你们在短时间内啊一跃成为第一眼美女。不吹牛不拔瞎，来看看跟着我一起学的小姐妹啊，个个都从小土鸡变白天鹅了，那精致度上升的可不是1度2度啊！不赶紧把你那个笨蛋闺蜜喊进来学？首先怎么测？很简单，打开手机原相机，然后一定要素颜走到自然光下，这样啊才能精准定位我们的肤色。完事咔嚓一张，接着点击编辑，点击右上角的小铅笔，然后点调色盘，再点这个吸管，最后在我们的面中或者额头取色。记住啊，千万不要在眼周、嘴角、法令纹这些暗沉的地方取色哈，不然就不准了。完事啊，保存这张色卡图，然后在你刚刚提取的颜色在这张色卡上画线，哪个颜色融合的最彻底，你就是哪种肤色。这个方法啊是最简单且最精准的肤色自测法。其次就让咱再也不踩雷的色彩搭配，像测出来是偏暖皮的姐妹啊，直接去看奇人酱2021年8月25号这期视频，无滤镜、无磨皮、无打光，实测各色衣服，避雷的同时啊，还能帮你找到最显白的颜色，精准到闭眼冲。那偏冷皮的姐妹啊，直接给我锁死超级买手潘潘2019年4月10号这期137万人点赞的万能穿搭配色口诀，让你学会高级配色的同时，还能让你风格百变。像彩妆、发色的色彩搭配啊，我也按照分类一一给你们整理好了，赶紧截图保存。真的，姐妹们，认清肤色，搭对配色，才能最大化、最有效的实现颜值跃迁。